事情发生了，看到就是我终于掉虎棒了，然后那时候就我忘记是什么曲子，好像是温柔吧，然后就打到副歌的时候我就摔得太用力，然后鼓棒掉出去。对，然后我就问小薇说怎么办，然后他跟我说捡起来。那个大象装那天真的是亮瞎我的双眼，他跟我说要买一个卡通的衣服，我以为是那种就是街上看的那种什那个叫什么熊，就是抱抱熊那种威尼熊那种一个大头那种，然后他穿了一件类似于睡衣的类似于卡通睡衣的大象来，然后直接就亮瞎了，然后穿的那个还录像，然后我就觉得啊，瞬间整个世界观都崩塌了。然后最后结果是怎么样？是没有追上。这属于活该啊！你穿成那样怎么能追得上嘛？真的是太过分了，你应该把自己打扮得帅一点。对，那时候其实有一个学姐，她也自己组了一个乐队，然后那时候就挺羡慕的啊。那后来我因为高中都在读书嘛，也不能玩其他的东西，所以一放假我就去学了架子鼓。然后呢，上了大学的第一件事，我当时就是说一定要组一个乐队，然后没想到那么快就实现了，所以觉得。所以你学架子鼓两个月你就组乐队，对，这点就是我非常还蛮愧疚的事情，但是因为吊鼓棒，因为吊鼓棒，对对对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反正就是如果想了那就去做嘛，所以如果再拖的话，我可能也做不成这件事。有时候那。就是我不是到了金融专业吗，然后有时候会就后悔说自己报了金融专业，但是转念又一想的话，好像或许如果我没有报这个专业，我就没有去看迎新晚会，我没有去看迎新晚会，我就不会认识王小雨，然后我就不会认识大家，所以或许我觉得可能都是一种缘分跟命运。但是后来其实慢慢发现其实还好吧，因为玩乐队只是一个日常，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我们真正需要的还是一种用友谊把我们维系在一起的这样一种动力。因为我喜欢你们，所以我跟你们在一起，因为跟你们在一起非常开心，所以我有那种动力去排练，去练音乐。所以小凡，当时就是可能是小雨吧，小雨生日的那个时候一起出去喝酒，然后完了以后我非常开心啊，就发了一个，当时我们是用音乐。
事情的话，就是一起出去玩的时候，大家经常损亚楠，然后小帆这个人也很搞啦，就是平常看他很纯良的一个人，其实他也很腹黑的，尤其他黑小雨的时候。我跟亚楠刚开始都是陪小帆玩的心态，亚楠的心态呢是找帅哥的心态，然后大家就是可能最想有激情的就是小帆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方总也经常因为什么开会啊、策划啊，就各种不尽职，虽然我这个从来没上过台的音控就更不尽职，就几乎后来都不去排练，但是因为大三之后，然后大家可能各种情绪都比较多，然后需要有一个归属感，然后大家就感情越来越深，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一种从就是感情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过程，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感情更牢固，所以我觉得会比那些我周围其他的一部分人从一开始就很熟络，然后到最后可能没有那么熟悉，逐渐疏远的感情，对我来说